是抢我玩具，等我长大了一定会报仇。我看好你，皮肤白了不起呀、啊！我就是要抢。黑鬼可小气了，就是小鸡肚肠，然后就是一场混战。小美和甜心打闹，才哥在一边助攻。轻点啊，刀。发财，轻点。然后又是姐妹同心一起打发财。反正每天就是这样打打闹闹。今天吃鸭肉、鸡胗、鸭心、芹菜、鸡脖泥、大白菜、胡萝卜、南瓜，上锅蒸。吃上没？哎呦，大激动！好消息是明天不下雨，坏消息是明天-7度。我每天除了睡觉、吃饭、大便、放屁，都不知道要干嘛。我也觉得好无聊啊！我要快快长大。鸭心鸡胗真好吃，可以天天有。才哥表示今天伙食很棒，比菌菇汤美味多了。只要不是狗粮，所有肉肉甜心都觉得美味。我吃一个菠萝包。明天开始放假了，可以在家天天撸狗。母老虎，这是天大好消息，我喜欢。今晚可以做好梦。陪我麻将的姐妹们，一左一右守着我。晚上睡觉，混在床上，不愿意下去。床那么小，妹妹怎么可以睡上来？反正我不下去，我可是睡了3年床。小美现在和佳佳一样了，睡觉是脑袋要搭着你的。妈妈，我不是小六甲，我是陈小美。